开始了。哎 ，Hello， 今天是12月14号，我们在北海道。那角度怎么样？Tenet， 再来一点。现在正在下雪，因为爸爸带了 GoPro， 所以没拍到他。然后 say hello。哎。Hello， 来你看那雪道。那是黑线。绿线在哪边啊？我们等一下要滑森林的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走这个。不是，等一下上去看一下。妈妈现在过来了。哦，妈妈现在出现了，从雾里面出现了。我们走这里 ，H5 初级者。好，我们走。你慢慢，只要带路，妈妈中间，我压后。哦，线雾好大，能见度非常低，大概只有50公尺吧，还不到30公尺。靠左边啊！哎，左边！哎，左边！左边那边，对，好。这边左边看到没有？那个牌子。左边妈妈左转。你跟着我。哦，快点吧，你赶快滑吧。这边是粉雪，这边雪好软的。我现在跟着王太太后面，我们越溜越进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靠边，让人家追过。
往前，往前，不是这里，往这里。有啊。对啊。是啊。哎呀，我溜，好可爱。在哪里？在哪前方？距离也蛮远的啊、哦，滑的脚好酸的、哦。不用吧，那么累了。如果用滑雪板的话，这边就累了。是不是在上坡啊？我感觉在上坡，好累啊。晚上可以多吃一点了吧。这怎么在爬坡啊？好了，小飞车。要再穿过去啊、哦！
娃在干嘛？你是怎样了？啊，这边比较，这边比较刺激一点啊。好耶。找往哪里了？哎，找往这边了，往哪里啊？哎，找往这边了，这里，这里。不要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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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硬硬哦。那是谁啊？我来帮你。不要硬哦。对，这样慢慢慢慢转过来就好。你要吗？啊，对，摔得姿势不错，我这路下来都狗吃屎。你说什么？摔得姿势不错，旁边正在录啊。啊，还在录。啊，要停了吗？嗯，好 ，GoPro 关机。GoPro 停止录下。跌倒了，再帮他弄下。我不停止录像。
录下来。GoPro 停止录像。